吃药了。来，听话。就这么一直不吃不喝，你是真打算生生饿死自己啊？都是我。是我害了主母，他都是为了我，在我出征的。所以你就不活了？啊？从鬼门关救我回来，不是为了让你给圣主母殉情，欠我一条命啊！你要再这样一天天不吃不喝，我每次都这样喂你。你下次上药能不能轻点？我救了你的命。你应该学会报恩。早就猜到了，你救我是另有目的，是吧？对，我是看中了你身上那块定远将军的名牌。前方来报，找到绝命酒那帮人了。多少条船？不超过十五艘。哎，那帮畜生啊，抢了货船还不算，每次把人反锁在船舱里，放火活活烧死啊！他们什么人啊？海盗。你们不就是海盗吗？喂，你说话小心点啊！我说话就是这样，你拿我怎么着？嘿，我方子言，你给我等着！别怕，我们帮主打海仗可从来没输过。你们海盗打海盗？是啊。疯了？黑吃黑嘛。干什么？管药。对了，我叫马海妞。我管你是谁，你给我放开。你很强壮嘛。啊，你干嘛？啊，放开。你嚷什么？我还能把你吃了。起来喝药了。哎，喝药了，来给我，我喝。想开了，楚木在天上，一定不想看到我颓废消沉的样子。我想求殿下一件事情。你想去看圣楚墓的墓？是。就你这倔强脾气，早就猜到了。我早有准备了，那就去吧。姐姐，你的气色好多啊。心情好，气色当然好啦。太子妃的月信没来，是不是有喜了？哎呀，别瞎嚷嚷，还没个准儿呢。有叫太医诊过脉吗？太医说还不足两个月，所以不能完全确定，不过十有八九就是了。太好了，姐姐。楚墓就睡在这里面。乱军之中没有找到尸首，这只是个衣冠冢。没想到他连尸首也回不了家。周王殿下，我想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。好。
周末，你让我等着你回来，我就会一直等着你。既然答应了你，我就要一辈子都等着，绝不食言。我好想大哥呀。我知道，要不是他逼着我读书练剑，到现在我都是那个人人都瞧不起的纨绔子弟。我知道，我还恨他对我那么凶。我知道，你就只会说这三个字吗？可是我不会说别的安慰人的话，直到现在才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笨，连句安慰的话都不会说。但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。陪着，陪着就够了。大哥，这太岁帮够肥的，你看。你们这黑吃黑，果然是天底下最赚钱的买卖啊！姓盛的，你是不是还想被绑起来啊？啊！以多欺少算什么本事啊？有本事跟我单打独斗。好呀，来啊！都给我闭嘴！你去看看俘虏去。是，大哥。放心吧，没有下毒。我要想杀你的话，直接给你丢海里就行了。